今天到海边就看到一个幸运星啊，这个幸运星好像在散步呢。我希望看过此作品的老铁都能够每天拥抱幸运，远离烦恼，每天都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兄弟姐妹来都来了，能不能给熊姐一个双击、一个关注？看我直播喽！不行，咱再重新测试一下子老铁们啊，咱把它拿出来，完全让它不让它在水里啊。咱用它肚皮底儿试试，这撇子这边也不行啊，不亮吗？这应该这不是电鳗吧？你看呗，不亮。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，老铁，下午赶海直播。来，老铁们啊，就是他了，皮皮这么玩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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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来了，皮皮虾就是这么装啊！双击评论给我带上去，老铁，喜欢赶海的关注我。我们严肃点啊，不要笑，仔细看啊，值钱东西让我抓着了，还卧沙呢，哎呀，这是白玉似的，哎，看这色泽度，看这光滑度。哎呀，刚还捡了50000，双击老铁。来，兄弟们，直播之前再分享一个好玩的东西啊！这个球球是沙马蟹打出来的，从洞里面倒出来的。咱们拿这个耙子一搂，是不是觉得非常舒服啊？我得搂干净了啊，不能留下任何一点，不然有强迫症的朋友看着不舒服。咱们马上就直播了。